欢迎大家回到这个比较无聊的频道。今天是跟朋友约的那个汉服的外景，然后拖了一年之后，今天终于跟小伙伴们一起过来出外景。这个开了一个小时早点，超神奇的。它的这个居然是，它的这个地板居然是皮质的。然后这个小酒店出乎意料的好，因为有个超大的阳光，然后后面的这个洗浴间也超大的，超大的一个洗浴间。被我朋友说发际线后移了呢。啊、哦，我觉得我要秃了。秃头九月，在线卑微。那先去化妆了。人呐，姐子。你说你买票去了呀？哦。开心，天气好好啊。是啊，现在天气这么好。哦，踩到自己。请关火。对，这个十字路口这儿，这林子好好看呀！不是那边，走到那边。对，等会到小船了，先到那边。林子好好看。浪掷尽怀上岸，风流丽度往白。雨下时间，这两个人比我们还急，笑死我了。对，我决定把这次 vlog 的一个 MVP 给我刚刚拍的这个三三，他实在太搞笑了。哦，这里好美啊，三三，来，等一下，这个光好美。是啊，所以我这有个大逆光，好漂亮。快，姐子向我跑来。哈哈哈哈哈！就刚刚这个样子不是蛮好吗？日死你！今天叫的这个摄影师小姐姐小改改超级会熬造型，太可怕了。对，我也觉得已经不会摆 pose 了。感觉真的拍照片这件事情是要经常，你经常拍就不会怕镜头，镜头这一点。我被直被放飞自我，你知道吗？现在。对呀。他说啊，就这样，很美的。笑死了，好搞笑啊！真的好搞笑。哎呀，那蚊子。讨厌。看上面一点。哎，对，就这样。哎呀，这个角度，这样，就正常了。哎，好，就这样，对我上蛮好的。哎呦，美死了！如此的妹妹，姐姐吧不是？姐姐，快看看你长得。哦，然后这里有超好看的夕阳，啊，好好看，超美的夕阳。然后等一下，我们应该差不多就结束了，然后就去吃个晚饭，就回家啦。我来唱，饺子，来。完了，就这么一会儿，光就没了。好了，我们结束了，然后现在是最 happy 的吃饭时间的。高老庄是农家菜吧？对，我也是农家菜。哎，走你的。怎么感觉你像是发传单的？拿着个单子跑到我身边。古代人如何买奶茶？是的。最搞笑是之前他们有个小哥哥穿汉服嘛，然后去逛街，然后那个店主问他你带铜板了吗？很会的，奔向一点点。你呢，小英？我水果茶类的。水果茶类的。